林冠第一届冠丢杯冠级锦标赛，以及有氧拳击的锦标赛，今仔日伫云林国中来举行，吸引大约200名的选手报名参加。过去原来因为长时间不得推动有氧拳击运动的关系，所以是替冠级的选手来拍下袂歹的基础。尤其拍冠级，会当训练身体，佫会当加强心理的素质。对着爱运动的青少年朋友，给他们讲是相当适合。套上专业的手套，上来进行裁判详细检查选手的服务，然后更改比赛注意事项，并声响起比赛正式开始。第一回合开始。不要退，不要退，右边左边。比赛过程真好，为体力，同时也需要相当的专心和勇气，相当适合体力上足的少年朋友来练习。拳击是正式的拳击比赛，跟国际级的都一样，有氧拳击是因为是由拳击改编，然后加上这个有氧跳起来非常的漂亮，给你做这，给你有成人杯，还有高中组的，也有国中组，也有小学成人组跟高中组已经比赛完了。拳击这项运动在国外相当时行，胡林冠因为过去一段时间在推动有氧拳击的关系，有袂歹基础，因此嘛才有第一届冠军杯拳击甲有氧拳击锦标赛。这个活动我们就看起来很有趣，就是它是有氧的，所以它是在鼓励我们的很多的这个青年的学子哈，他可以在这个年轻气盛的时候呢，他怎么样来哈，这个也可以借由运动有趣的方式哈，你这个拳击跟想象中不太一样，一般认为拳击是一个很危险的，不过我们今天看起来还蛮有趣的。有氧拳击是拍拳击所延伸出来的，小朋友上台考验，经过无几分钟时间，已经开始了关，运动效果真好。手背要伸直，勾拳角度要出来90度。那我们今天办这个活动，是要把我们云林县的这个拳术的这个精神再度的把它表现出来，让我们云林县的小朋友更有活力。更有坚强的体魄，这是我们今天办这个活动的目的。看到学生姐姐表情，副馆长张丁相当懊恼，同时嘛套上手套，和大家翕相做纪念。记者李明干采访报道。